孟美岐绯闻事件男主角陈令涛的前女友深夜发文，他首先是发了自己妈妈和陈令涛的聊天记录，证明陈令涛和孟美岐提前就知道他会爆料。二，陈令涛在爆料之前找过他，让他不要发帖毁灭三个家庭。三，陈令涛前女友表示自己坚持当时的说法，认为自己的感情就是被插足了。四，陈令涛前任称这件事没有仙人跳，自己不会和陈令涛复合。